Hello， 今天特别来拍个 Vlog 给大家看。信义 A13 已经开幕一段时间了，我一直被它的很多美食名店吸引啊。今天特别刚好遇到那个卡皮尔有一个展览在 A13， 然后跟朋友一起约来这，顺便来一窥 A13 的究竟，看看里面的美食名店啊，还有乐高的旗舰总部是不是如传说中的这样厉害，带大家去看看咯。好咯，在哪边？今天主要就是来逛这个卡蒂尔的展览，顺便来看看 A13 里面目前开店的状态咯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在一楼，先跑来看我最爱的 Lady M。我在香港的时候有吃过 Lady M，Lady M 的千层蛋糕是最有名的，看人气非常的旺，排队排很多人。这边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要来参观的卡蒂尔的美洲豹暴影迷踪的展览。我们继续往里面走，其实一楼就是一些名牌的名店，美妆，然后 Shiseido、B1 的部分，因为是机车停车场，所以从一楼下来直接就是 B2 的楼层。B3 的楼层有贩卖许多美食的礼盒，然后也有华达奶茶、天然茗茶跟五宝春面包，都有在这边有开他的店铺哦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二楼前进咯。二楼的部分主要是一些名品店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鼎泰丰，台湾的骄傲。看一下二楼的一些名店，华洛士奇、来到三楼的优雅风尚间，也是有一些品牌的名店，重点是有这个乐高的旗舰店，超厉害的。我知道昨天很痛，我觉得我得打。我们现在在三楼乐高的旗舰店，乐高 A13 的旗舰店，可以看，就是台湾平西放天灯的视觉设计，好漂亮的，我们的王美强都来找。可以看今天是平日，人没有到非常多，还是还蛮有空间的，进去逛逛咯。这个也是超酷的珍珠奶茶乐高，新春庙会台湾的代表吧，进去咯。
是士林的捷运，可以看到士林夜市，哎，蛮酷的。最想要的东西，真的觉得超厉害的。这不是台北桥吗？台北桥，哎。可以测试，就是你是哪一个乐高小孩，超酷的，厉害了。以外，三楼还有其他的名品店，也是超适合停留稍微逛逛哦。现在到4楼，4楼超酷的，可以看到很多美食小店，超布置的，非常的台湾的复古风格。漂亮哦，很多小摊。4楼很推荐大家来这边逛逛走走，看超好拍照的。先来到客栈的感觉，玻璃露露跟水潭，看到好多小吃了。然后5楼，5楼就是小朋友的专区了。现在到达的是6楼，6楼比较多新鲜好玩年轻人的东西，品牌也比较年轻。现在抵达至7楼的部分，7楼就真的都是运动服饰居多。买运动用品的朋友可以锁定7楼的部分 ，Acer 啊 ，Nike， 还有风机牌。抵达是8楼，8楼就是一个家电区，各式各样的家电。就是续集，
些小小小的特卖会。十楼的部分，一个上来就是一个很可爱的米奇神社，然后这边有电影院。对，十楼就是电影院，然后跟几间鸟开，几间小吃，炸牛，然后前面又是看电影的电影票的地方，那再上去书架，可以在这个书架墙前面拍照，然后这边也可以看看街景。好了，今天伊势山已经逛完了 ，vlog 也差不多就是这样子。那除了乐高的店，其实让人家蛮惊喜的以外，其他的店也在百货公司其实都看得到。那我是觉得，除非有顺便要过来啦，不然特别跑来逛 A3， 我会觉得有一点点的浪费时间。那这个影片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咯，拜拜。影片的最后也截录一些 A3 非常好拍照的背景，喜欢拍照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些漂亮的背景咯。喜欢我这部 Vogue 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赞加追踪，未来我会提供更多更有趣的影片给大家参考哦。